然后我去跑那个 CPU 跑分，然后就我会比别人几乎快要慢的可能25%、30%，就我觉得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啊，我不知道是记忆体有问题还是 CPU 有问题，但我整个电脑就比别人慢很多很多。啊，我怎么调我都调不出那个，就连标那个平均值都到不了。对对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。要看了才知道。